金刚兄弟这个密教十四大戒里面有金刚兄弟不能互为师徒啊，金刚兄弟不能互为师徒，皈依师尊的不应该再去皈依同门啊，皈依同样的金刚兄弟是不可以互相的啊，互相这样子那是违反了十四大戒，根本十四大戒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